神龙吗？好，刚才那位选手跑了啊，这个是一个小号。 7000多胜，但是打了多少局啊？来，兄弟！哎，老师跳不对啊！来，兄弟！ 非常对啊，他搭茬了啊，非常对，正在弄啊，想弄我，兄弟。 还想弄我？哎呀，跳早了！哎，我神龙呢？你给我死！ 不科学，让你休息一个，让你放松一下。 来，兄弟，进来起身。升龙呢？兄弟来，又跳了是不是？ 哦，啊！什么鬼？他为什么抓那么快？不可能！他为什么抓那么快？他肯定是有某些作为。抓得太快了！你看。
这低扫。来，兄弟。还来，兄弟，等你很久了。这把赢了要调侃一下啊。哦哟，这神龙！哇、哦，这神龙没有伸出来。刚才跳逆向居然没有伸龙，我居然没有伸出来，奇怪。来，兄弟！哦，哎，我升龙呢？来，兄弟！弄的就是你。